来看是这台中市有一个小姐，过去十几年来真正是面皮啊，肿阁疼，啊去过真侪病院啊，是愈治疗，啊这是面是愈肿啊疼，有那疼了愈来愈严重。后来才发现讲这是做脆软线的问题，起码这去科用一种镭射改治疗，效果真袂歹。面对镜头，林小姐讲话讲甲真顺。不过过去十几年，因为嘴皮疼痛的问题真困扰，甚至最近两三年疼甲无法度食物件，无法度讲话。后来发现是得着小格兰氏症候群，状况最已经不好到他都不能消，也没办法好好吃饭，睡觉，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。每一间中部各大病院拢看过，却是愈来愈痛。去年林小姐决定甲嘴软线切除，后来发现可能伤害到颜面神经离合器。就怕说切除的时候连颜面神经会受到伤害，这时候后续的后遗症就会很大。接到这种个案，医生也真头痛，后来想到会当试看卖气科用来控制疼痛的离基体镭射，没想到头一次使用效果就真好。它会产生一种类似吗啡的成分，叫做脑内啡，这个是身体产生出来的，所以它也是有控制疼痛的效果，但是它却没有它的副作用。虽然镭射只能暂时止痛，无法度完全治好，不过林小姐讲，即卖状况甲过去比较实在好真多。医生提醒，小格兰氏症候群的患者会有目睭大、嘴大的症状，嘛可能吞物件困难，嘴甲面会痛。若是有类似的症状，应该先确定疼痛的来源，并且做病史的追踪，尽早发现，尽早治疗。记者台中报道。